投資公司，聽到以後即刻嚟同我哋洽談合作。金統書記啊，有咗呢個金字招牌，唔愁成中金鳳凰噶啦。郭子任，都係請阿金鳳講下呢個題詞係點樣得翻嚟㗎？係喎，係喎。聽我講，聽我講。
團隊嚟我哋廣東考察，袁先生一下就記住咗我哋珠江口岸呢個沙島喎。對對對，嗰次考察團上島，金鳳書記啊，你就喺港校學習，咁咪全程陪同咯。我只知道。他哋只要120亩嘅實驗田，將種子培育栽種。嗱，我睇中呢個係商機，所以及住佢唔放。係，你係跟住佢來往多幾次，不過最後都係兩手空空啦。啊，主任，你講咁多先啦，等佢將話講完。三嫂一開口啊，我就得到一身冷汗啦。嗱，譬如話。喺對面嗰個通海港口啦，近鄰黃埔軍校舊址啦，廣州地鐵6號線已規劃連接島上啦，呢啲咁嘅優勢啊，佢一啲都冇講到。喂，咁你講乜嘢啊？我講袁先生，我哋係廣州唯一環靠龍洞往返嘅護道喎，土質嚴重開化。要延遲隨軍啊！你又
聽下。你有冇聽到啊？真係㗎，你有冇聽到啊？
婚姻就不应包办啊，爱情就不得干预啊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哋疍家人最讨厌嗰啲油嘴滑舌嘅人。阿爸，我记得你讲过，我哋全家人都要支持三嫂嘅工作。讲得唔啱咩？呢啲同金凤嘅工作有咩相关呢？阿爸，龙平道香园呢个项目，杜小海系项目嘅总设计师。咩话？佢系总设计师？男子重任，非佢莫属。阿爸，你都了解一下全国嘅工作个序列。第三代嘅杂交水稻实验唔一定高产量高收益噶。子，袁隆平选中我哋呢度，系天大嘅面子。不过120亩啫嘛，我哋沙土人担唔得起。群众嘅利益，科学合理开发项目。小海啊，你简单咁介绍一下项目嘅开放。好。满叔，我就将呢围菜到沙洞嚟展示。苦含周到，我哋准备将其分成七个板块，成全先型划分区域。设老码头景区、智慧农业观光、巨型水稻实验区、整全岛嘅民宿酒店、香蕉园、荔枝园、全岛连线。随住秧苗绿如茵、稻水泛金落、凤梳红始都季节更迭，就系名副其实嘅观光水稻公园啦。哇！喂，古话，佢顺差嚟咗，
我就唔阻你哋食呢餐咁正餸啦。金鳳啊，我都一把年紀啦，我就嚟退休噶啦，哎呀，唔知點解喎，呢排血壓咧砰砰聲升高，有時啊升下升到260几，哎呀，系要保重噶啦，我都谂住入厂大生下噶啦。不过咁啊，金凤，首先声明啊，我冇滥情绪噶。不过咁，全岛经济咁大件事咧，我就保留意见嘅。今日喺支部会上啊，我少数服从你多数噶咋。死啊！云添，哎呀，坐低先。死啦！咁眼红金星嘅位嘅喂，哎呀！Thank you.
Thank you.
Yeah.
係我吧？你入啲嘢啊！
剪一剪来添神气。技術、天氣條件，樣樣都比我哋好，又唔似好似我哋咁
項目推進咧出現咁多矛盾，兩叔你話係咪啊？係啊！係啊！係啊！咁熱鬧嘅喂，你真係三百二十攞咗賠咗經理，其餘嘅讓美食到兩全其美。咁啊！係啊！群眾歡迎屋企太平。嗯，係金鳳啊，石寶係你娘家喎。公事為先，我睇呢件事該談。該該談。好，我依家就學語。去傾下。喂，表叔啊，你睇住金鳳先好，冇俾佢亂嚟啊！公家嘅事。家屬參與又唔合適嘅，其實啊，實驗中毒喺邊度唔中得？我哋中國咁大，就差我哋周董嘅一粒種子啦！啊，其實董你自己出面試，係啊，出面試做乜嘢咧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梅叔啊，你喺島上咧係第四代年紀最大嘅，邊個唔尊重啲先？你話，你講係啊，阿爸。你是我哋大家的保护伞，对，保护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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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去听听。好，头。放手啦！我讲嘅条件好，即系话佢嘅水质好样，气候同山马系一样嘅，系冇呢个肉种实验嘅科学价值。我喺电话入面同你讲，可能你都唔系好明嘅。哎呀，呢啲我都明白啊！既然沙岛嘅上上下下都反对，咁让俾我哋梁家人，唔系做个顺水人情咩？千金难买袁隆平，你三个字。阿爸，袁隆平呢三个字系要让种子发芽，唔系攞嚟做广告发财噶。哎呀，你啊，何家乐得家中不满，捉你不和，梁家人啊，都话你正一反骨队嚟嘅。嘿，从今以后，你唔好再翻石岛啦，系咁啊。三叔，三叔。公公姐，小可，小妹，三嫂啊，你老官依家喺度化紧妆，不如你同各位村民先唱首《叶公助助兴》啦，好好好。乡亲们，等人等饭，有人请我啲梅花奖上岛演出，不过佢哋仲喺度化紧妆，不如我唱翻首红字女老师嘅《荔枝颂》，同大家先助助兴咧。妈呀！
原汁原味嘅傳統粵劇《花好月圓》，等大家今日啊，歌中喜人啊！哦，歐生王啱先派俾你手上呢個小冊子，你哋攞翻去，叫啲後生同你哋講解一下。哎呀，係啦，就嚟開場啦，大家快啲擔凳仔、擺頭位啦！快啲！小心啊！金凤姐啊，你连出两招，睇嚟招招都有效果。劲舞员活动啊，你一个电话啫，区直属机关十几个干部都上到得门为老人服务，佢哋个个啊都成咗稻香园项目嘅宣广员。呢、这个仲系要多谢区领导嘅大力支持。今日呢一招更系奇招。啲梅花上演員一上到啫，啲公公婆婆全部都離齊曬。如果你係話開會講項目嘅話，前都不賴啦。你說先，六十幾歲群眾嘅思想開通，我心意心入面就有底啦。小何，一陣間演出中場嗰時，你攞住呢個稻香園嘅項目規劃書講解十講解十分鐘，唔好超過十分鐘啊！知道未？成妹，一陣間演出結束之後，要留低幾個最大年紀嘅，由我開會收官。好。金鳳，陳老師，聽講你得罪咗梁家嘅人。陳老師，我依家係梁家婆家。都唔俾我翻去，佢哋话我系反骨女。陈老师，我好难受啊！想喊就大声喊出嚟。
满哥。陈老师，你嚟咗啊？你等一等，我啱啱煲紧水，我同你冲壶茶。唔使啦，随便随便。陈老师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今日咁得閒嚟探我啊？嚇！係啊，我哋有好耐冇見啦。陳老師啊，話時話，小今有今日，真係我應該多謝你啊！呢個係我做老師嘅職責。當初好在你話，就算賣銅賣鐵，都要俾啲細路繼續讀書。小金是我的學生，聰明、懂事、有志向。如果真的耽誤了這個仔，太可惜了。真的，我一定要小金他們兩公婆好好孝敬你。等一下，是的，到上圍都唱大戲的，你不去看看？上去，我看你啊，是不敢去。我有乜嘢不敢去啊？冇面咯。大家建祠堂的计划，成就一纸的空文，集资款要一户一户咁退翻去，上对大家先人，下对全岛的百姓，你呀、都冇晒面。唉，我就知道，我心里面谂的乜嘢，都瞒过你嘅。老师，你不会是来做税下的嘛？算是啦。怎么样？那我们就不可以聚一下狗？可以。记得我初上到教书的时候才17岁。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住在那间破旧不堪的妈祖庙入面，全沙岛只有你冇歧视我。嗰阵时啊，真系难为你咯，陈老师。难忘我妈事，记错妈数。你脚底垫子真好多。住在妈祖庙堂，夜晚月光，百姓不能向，白天天。
话小根令你聪明，让佢健康成牙长啦，让佢健康成长啊！你良师小根上啊，你悉心教导有方。我哋李家欠你呢一份人情，都唔知点回报咯。门哥，呢啲说话唔使再讲咯。什么欠我？阿爸，你呢个冇外人，我想问一问。
講嚟，你哋兩家準備聯手咁話咯噃。阿爸，冇啊冇啊，冇冇冇，阿麗，文睇，你一兩嘴講咗一大輪，睇怕係老鼠拉反纖，大響後頭啩。有咩講出嚟？嗱，照上面嘅辦法，攞到手嘅補償點抵我哋嘅損失咧？根本未做佢咁慷慨咯！我哋少少老百姓，阿爸，你要保護我哋嘅利益啊！我點保護啊？唔通要我簽字畫押咩？同到一齊咪分家咯！話咩話？同到一齊咪分家。哦，原来你哋想分家，一声分家祸从眼前，君我为情几生缘，人胆胆无定过，我赞成分家。
又似你啊！明叔，我是个编外人员，我讲一句编外的说话。金凤姐点样坚持传道征地，建立稻香园呢？袁隆平点解咁伟大呢？佢老人家就是想让人人们永远离开饥饿。沙岛早就唔存在脱贫解困嘅问题啦，难道唔应该为粮食生产做啲贡献咩？但系偏偏有一啲人。只算自家小将，乘机想高要补偿，一副刁民咁嘅嘴面。你话咩话？你话我哋沙岛人系刁民？我话俾你听，我哋李家呢个门，你俾啲米钱置入嚟。Oh!
現在何處，親在何處？不過咁樣，到香園冇咗嘅李小海，可以請張小海。李小海，而你同愛情將實質交俾你，諗清楚未？颱風嚟啦！如果你要走嘅，仲有最後嘅一班輪到我。唔醒我。你听我讲啦，你再唔走，台风嚟，你就走唔到噶啦，你快啲走啦！四妹，你打我，你闹我啦！Thank you.
徐凤
亦都系台风即将到来嘅季节。小根阿妈催树出到数量，佢本嚟谂住卖咗啲粮，就做翻几件新衫，俾啲细路过端午。点知道船一嚟开到啫，台风就提前到啦。你哋同惊涛骇浪搏斗咗三天三夜，等我醒嚟嘅时候，已经瞓咗喺海军嘅搜救艇上。首长话船装功良也重，但小根阿妈被大祸卷走啦。后嚟你强亲送船，将最后一担功良送到去公社，边个都劝唔住你。如果边个拦你嘅，你就大我一说功劳，系细路嘅阿妈嘅一条命，唔交俾公社，对唔住亡灵。就系呢一日，国法正式颁布实施取消征粮征税嘅政策，你堂堂一个硬汉子，趴喺粮袋上面大声吐福。Yes, sir.
呢度有一种木盒，系我家婆郑慧敏佢生前冇益过半张相，喺呢个木盒入面放住几张嘅票据，由当今嘅至今，时常带喺身，时常记住佢啊嘛。你哋睇。呢一张是1964年沙岛生产队的分红收据，52.03元。呢一张是1976年救济粮的票据，21斤。小马，快数。原来个盒里边唔系现金同埋存折啊！哎呀，都系佢，我呢把岁后咯，听亲我。清楚了，就将祖传的木掌埋响岛上，将来呀、啊，上面长满一片水道，无边无际，连接珠江，通向大海。系啊系啊系啊，离岛祭祖都安排好了，你是我哋邓家第四代长者，你一阵间要讲翻几句嘢，系让金凤讲。对，金凤讲。Thank you.
族、金族、苏、藏族，与第三代杂交道道族。